大家好，我是陈建宏。今天我是四点半补到六点，我今天也有补习了，但是不是在这里补啊？不是在补习，是在家里补，一爽哦。然后再讲他说，我已经开了电脑，这个照片不可以看。No no no。然后这样我要去拿我上课的用品。今天我还有成语听写，等等。哎呀，应该是要这里。那他过来了，那没有事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陈轩彤，欢迎。他也有频道，你 follow 他，他也有 TikTok， 他的 TikTok 叫轩彤蛋，是轩彤蛋。我也有，我是简通蛋。什么呀？那钱拿上来，钱我要。等下我也拍给你们看，我上课的时候哦，现在还没上课。我拿东西呀！哎呦！等一下我上课啊，很吵的，不懂你们可以念，不知道。嗨，啪！一人的名字下课里，啊，一人的名字下课里，想要在操场的你。什么可以和你稍微距离，与我拥有一定关系，我会你的消防也无形，我点完你走开呀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好，不唱学习这样啊，走开啦你，人家是我在拍影片的哦。那现在还没开始，我可以拍给你们看。那个傻佬在做什么？你看傻佬一直在洗手，他用洗手液来喷我。那现在我本来想要吃起司，但是时间没有啊。哎呀，他在看抖音，你看他自己也要拍。那我给你看我的抖音，那我给你们看我的抖音。哥，我有三十五个粉丝。三十五个，我73个。我要跟你讲啊，我有35个粉丝啊。35个而已啊，你看我有73个。你们打我们的名字是神通蛋啊。我的是点红灯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给你们看我有多少个多少个TikTok 拍的，来看来一个一个给你们看。春风十里，春风十里，这个不要看，这个不要看。一起大赛吧！啊，这个。对。一起大赛吧！一起大赛吧！还吃了蛋黄粽啊，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小甜粽啊。不是吧？不是。
那我也做一次给你看。Oh my god！ 小弟给我弄到一个东西。别害怕，等会眼神坚定一点。好久。哎呀，要看呀，很吵啊。今天差不多要到我不行。因为我有一个表格还是堂哥忘记了，表格还是堂哥忘记了啊。那么他在，就可以了。有错吗？我的表哥，要不然就是不懂是谁啊。总之是我的哥哥就对了，搭我的。很吵啊！然后现在是11点，啊不是，四点多少我就不懂了。那我看一下，4点10分。小林啊，晚上啊会有一个东西的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的嘞？骗人的啦，你这样都信咩？真的，你看看这个。会变成这一个的，你信吗？你们信吗？不信吗？吼，那地道的东西哪里会信？你们懂个谁嘛？哎呀，这个怎么？哦，我在拍影片哦，你要拍你自己拍。给你那些说。然后现在4点10分，然后啊，等爬树了，我不懂爬树了几时来。那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影片。我跟你在这边，怎么在这边超级好笑？那你看，这个是我的，你们快点去。来，讲，来 ，OK，OK、okay? okay, 我上课的时候，我再拍多一个影片给你们啦，给你们看 ，OK 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和分享，出去，拜拜啊！忘记打开小铃铛 ，OK， 拜拜了。